我要离开我老公，我老公也不肯啊，所以我都是很尊重我的老公，他只要我留下来，我就留下来。留下来。他愿意跟我离婚，我就都会尊重他的。又讲离婚了，咩料啊？因为我好嘛，我对他那么好，他怎么舍得让我离开，是吧？你对他怎么好啊？啲粗重嘢俾佢做晒喎，咁样叫对佢好啊？什么好？怎么好？说真的，就是我带我老公那么好，那么会照顾他，他哪舍得离开我呀？他生病，我要把他照顾得那么好，是吧？我还会给他抢救，我还会，反正就是说，如果那些人家很有钱的那些人呢，请一个就是照顾自己的人，没有十万块你是请不动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话十万蚊钱，哪有钱的？如果像我这么好的，照顾的那么好，是吧？你点样好啊？中港两边走啊！我处处为他，我用生命去呵护他。你说，他哪里舍离开我？用生命去照顾他啊！是啊，下午好，大家下午好哈。攞埋条命去照顾佢啊嘛，阿冚伯，系啊。好